belle, fai da lì,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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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知道你少喝一点，今日你在喝了，我保证你健忘。夫人放心，实在儿的经我解决了一包。哦，不为罪了。嗯，怪不得你心神在定地，原来有解决了。分我一包，要做什么啊？哦，也把它宰了嘛。哦，哈哈，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们看，大舅舅父也是不会道歉啊。是的，夫君，平日里在衙门功夫繁忙，无心饮酒，今日是弟弟大岁之日，你可多饮几杯。多谢夫人关照。官人，你的舅父解决呀，你自己饮酒也要适量，多饮料要伤身体的。我知道。哎，来来来，
十下十下老子已经报了三弟君把兵上去马上去三弟君三妹三妹去吧老子去走小宝我今天陪你啊大家请啊把酒放在桌上，让他们自斟自饮。你们也下去喝上两杯，哈哈哈哈坐在痛快，坐在痛快。哦，有的有的，一杯酒把那当尽，若有你。有你老什么人哟！几位好，当心对痛病又要复发了。哎，会不知道？哎，一杯饮尽足迹，可到离开地面，我来上杯饮醉里，一目看凝视下。你们个人就自己本要为你从大到小夫人一起协助来有的今天做事是沈妹夫人出来的你应该叫他协助才对我往消息的脑子外面一种算文字上不够了大师傅你的兄长既不到的隐私就先把剧一背这二妹哦，好好好，我哈，我哈，哈哈哈哈，反正要轮到你的啊，爹不协助也好，是。为民从
好，四四句道出了你做官之人的德行，来上香举一杯。好，好，上举，真不错，做的。哎，夫君，真看不上你，还会在弟弟的面前讨好美国你。好，取笑了。好吧。此春也喜，你是引一把马的，何不以子平为的主事也随真你。我为神农长发把羊牛鹿掉，不为人间失病痛，红颜。帮忙的二妹为了举令发举一杯，哎，给吧给吧，哎，都挂上面一日心机，拿着杯举给吧，哎，这把举不给何子应该支撑就好了，四万要领住。今日不举人当院长，倘若为举令发举一无自称不怪杜英，就是一无何子也得老了。不行，应按三弟说的办。二弟喝了八句，四万的零度。哎，拿来。等来来来来来，八句打。二妹夫，好，好，哈哈哈哈哈！运动之道。老婆松任我念和家婚了，永享清福。哦，起来起来，听得老婆认真笑着松任不离，把老婆笑呢。多谢多谢，老婆白领了。来来来，请坐。好，小宝，我们出去玩吧。小宝当心啊，弟兄亲属。好好好，请坐。反正来过去了。今日老婆是家宴，不料公子到来。一杯浊酒不成敬意，请。锦绣一下黑了，这里我先饮三大杯，祝你生意兴隆通财，财源茂盛大赛家。哦，哦，来了个再睡，不忙不忙。哎，锦绣你这啊，尹公子他黑了伤风，这个是伤风的呀。哎，对对对对，大爷二妹，嗯，请。请，嗯，据闻三妹小姐的名士传教剑法精通，今日我亲家集合，以着老爸大力之心。好嘞，三妹，鬼马小姐正可与公子较量。下官从未见过夫人与他人比肩，今日不妨开开眼。好啊，好啊，好好好，来，好，对对对，好啊。对父亲，对父亲，啊，此次法公子多多指教。哎，哪里有甚等候了？请，请。三妹，请吧。
英雄，来来来，法聚一杯。啊，给吧，你们三妹的计划还真不错啊。尹公子，给法聚，给法一。好。干掉，继续打击，所有的打击副是不是上好了强度了？不对啊，你是预测动力。哎呦！哎呀，继续，哎呀，又来，哎呀，继续。我的牙像去嘞！我的牙像！你的牙把肉伸出，沈香，快为先生倒茶了。向我去取。哦，好的，好的，我还没过好香啊。在好香之中，鲍鱼要用披上十包，接着用去一包，完成九包，这九包，哦，一包也不够少啊。天哪，像我王子臣治病救人，终于是害人之心哦。哦，一、二、三、四、六。Oh.
一条杠，你我岂能将他走跳舞上变为心中悲痛万分，事已至此，我乃同胞姊妹分赃，大罪大罪大罪满腔悔恨，小弟无言相为，愿取公堂之罪，承继此志，以为夫人秀在天之灵，父儿子父亲，你将要拿出了？天哪！岳父，我做北非人作孽，想不到今日命我出自家中，岂不叫人痛心？爹爹，岳父。世代皆得莽罪之内，夫妇生命至今，兄弟之间自下在上，名声扫地。有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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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家共心，让他进月去。岳父，小心不孝。丁老爷，尸体查验完毕，怎么样？确系中国身亡，什么刀？却是砒霜。砒霜是亮。在家中都要抱牙子，快快去你来。是丁老爷，家被中数十来句已经杀你，事情怎么样？去披上披上，丁老爷，家这包里却是家具呀、啊，家具呀、啊，既是家具呀、啊，夫人兄岂为中道身亡？
小事化了，你把我家的名声在世啊！小姐，我去何家取取就回。嗯，啊，夫君最好。嗯。小弟本是地方有分之官，回到家中查看，放好礼物。身边言之有理，二哥，你可记得是怎么拿走了的？拿着。这位大姐，我母亲突然遇到将一罐水去相救。王一贵，你小心啊！最好啊，最好，王一贵，他放在桌上。啊！哎呀，总算把你等回来了。今天是弟弟的六十大寿。哦，我记得，记得。房呢？哎，哦，大姐夫要把家具啊，我去拿来。望风叉叉处，今人见孤痕。我走吧。
如果那个就是拿出了披纱，那爆料之上还有披纱的痕迹，唯物没有。如果是大凶谋杀，夫人阵亡之后，他调换了一包，将贼人带走，那他为何又要手头而已？师弟，再问二哥，那黑瞎子虐披纱十包。就是你支撑兄无那一报，把你城下举报，恰怎么吃不报？这那一报披上是后人后所的后兵用去了你。那一报披上哪里去啊？那披上一种就关系，与怪物怪而不知将命，就关系以后必在地。你咋不讲？十根七窍，哎，难道你没想到两包披上独苦作恶？哦，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那包披上一个自己打最贵的也要去了，怎么是打最要去了？哎。
今日的下辈子
弟弟，好吧，好吧，妹妹。他却夫人我的不是结局呀、而是替丧子，我慌他死机也正人要在匆忙之中无奈了呀。直到披上，请问大姐，你一月之前可曾向知春兄也要去了一报、不错，我是要过一报。大姐披上何用啊？我是用他去老子的呀，谁人可见？谁人可见？夫人可见呀？咦，三弟，你们这个管什么？要是有人说你用了这宝片，假道杀人，谋杀亲夫。
在。老爷，速去王子身上，请他到员外府后花园相会。是。今日相会，不去府上，也不想要睡，为的是倒是比较方便。哦，老兄表徒正言，小弟理财没么嘞？三弟只管问嘞。那在去岳父家拜寿，是谁为你去呀？为兄今日去一乡。府上兄丧命之后，又是谁为你去一乡？咋得的？是娘谁为我去一乡咋得？二哥平时为人治病，都是何罪去一乡吗？平时是丞相为我去一乡的，是丞相。哎，小宝，你放心一点。怎么，你家小宝也来了？岳父接他来治上几天。大姐至今下无子，听说你以后还专程把小宝过去给大姐。可有此事？娘是有这个意思，可是大姐和夫人没有同意。请坐。三弟，要是我拿错的，任凭此事，你就不必为难了吧？二哥。是我少时休息，大姐夫家在外国，儿子又叫过去，姐夫没有同意，莫非是？三弟，你怎么了？啊，没什么，没什么。啊，老爷，王家也是到地上一包哦，走是实的，在王家是连草把草种种拾到的，长年过嘛，长年过确实披上，披上，乖乖接着包披上和下种的八包，一起过人查证没包纹理啊，是披上。丁老爷，怎么样？已经过程，剩下的到底那包披上以及他那包宝文两相等，分文不差，是分文不差。
色漂亮他永坚，两宝地上地在那朵酒来日才是有情是啊，点秀啊，严公子，走好。小弟来访多次，军不女，点秀公务太忙了，不知夫人兄一案调查进状是何？有弟的进状为此有心重重啊，是啊，视察之情较为棘手，一女的可。自称兄忙中遇错无伤生命，不顾从军理想，家务在此事与自负人爱，与女的之间是按照计为好，倘若附带文件小弟倒可以帮你去打通关键。他没有事关心此恶。严公子言之有理，派自称从军召集此案，附带此有劳公子你了。哎，哈哈，那是应该的，告辞，是不愿送。从军为何要瞒着我？我啊，起来，快起来说话。
早早说，外忙你怎么陪我吃饱饭哦，你没回来请不管用。我们多年的夫妻恩仇，得小报多多报。岳父，小心一去不回也。岳父，是啊，郑少。
山，我走了，你可当心。有福，有福，也是。进来吧。哎，李碧清，李碧清啊，清，李碧清啊，清，最好最好啊，客官鲁大辛苦，请坐请坐。天色已晚，这客店不用留客了。那那去客店，我下了。哦，好好。哎，万一有客人，等我丈夫他走。哎，不必了，快去准备酒碗吧。好嘞，来来。
啊，三弟，你怎么来了？来呀，在。我把下手去下。是。叫张当班李亚明不不了这里真心进我店哦，这三弟，嗯，三弟为什么不叫其中好你丞相总是在家所接触之门，我不是来呀，在快过来。是二哥，今夜我俩有种观赏野景，是快走过来吧。三弟，你快走。三弟，快走吧。好嘞，来嘞。咦，怎么？那孩子在哪里？在，在哪里？不知道。哎呦！那是用毒子所进，你现在擅自闯走，若是要害之子，立地毙命。二哥，是在剧中人，在剧中交锋，好是对方披上披上。Thank you.
谁花掉人在哪里？不知道。快上！在哪里？有什么证？这死者的思想怎么父兄的思想一样啊？哎，这梅花针乃是用毒所精，你学凭三字创作，十八老爷之词，一笔笔名。哦，不过此针实在举重呢，要是在举重吃破，正好是对方披伤。披伤。还是走一回吧。老爷，请用茶。Thank you.
有关君恩，乃出身跟我一直回来了，途中差点遭饿死。二哥他怎么回来了？二哥从军是下过的姐妹，果然迎着走来。啊，姐妹！哎呀，夫君，既是姐妹，瞒得别人，可瞒不得弟弟。怎么了？弟弟为家中爱护重重，痛苦万分，自己看老人家。已经三天去了，有误啊，夫君，我还是回房去吧。哎，你们老爷回来没有？哦，回来了，那在房里。三妹，二姐你来了呀！三妹，闻听人言，欲想到在十里店开店三窑公差，为妻放心不下。这里辜负文君，不知我父啊！二姐我并不在，二姐你再放心。哦，二姐，请我夫君上，二姐夫不是可以呀？都爱大哥的正中，谁要查明了吗？哦，不知真凶啊？谁？他们已经找到生贼计的证人，明日公堂之上。影子分享、哦、这真是一件喜事，让我委屈了啊、哦！二弟，你不去所愿，不用了，让我送送你。
只是配接他，后来听着尹公子在话因为不归，再加进许配而罢。夫君，你今天怎么会有此事？哎呀，夫君，你喝醋了。哦，好，喝醋了。这些什么啊？林子堂里了，还未见，请你请你来。喝醋了。
来呀，哎。此次人面兽心的，小姐，你们看此案是何破案？案引发杀人偿命，一当所案，这真凶假托怒夫铁树好，有啊有啊有啊！跪下，跪下！我要你死得明白，再不走。就是他用的梅花针杀人才失爹，这就是他家搜出来的梅花针。昨夜夜里找他家，再等十天不容易，梅花针儿几百斤又到这。有凭证，说是死于凭证，才往上堂，往上堂，往不上堂。对对，夫，定就在，你可知在？你就是受到下毒的贼吗？啊，不真，不认为真。假官上无真凭实据，今日岂能公堂审案？传等将上堂，丞相上堂，丞相上堂。丞相，丞相，这是你娃的吗？这纸上画的半个圆圈，后这根长条是今夜月亮上升之时用凶器伤害人，对吗？啊！你知道他们的事，对吗？啊！丞相，不要怕。丞相所生，你们还有何言？哼，一个哑巴老儿子算是也能说，真是真是天大个笑话！这不明明冤枉好人吗？冤枉。
你不能冤枉你外母名声，我只是一想恩爱。我还是什么恩爱儿子？你难道忘了首当之上子承所人之事吗？父为人农尝百草，妻念百鸦玉露凋，不为人间食贫痛，你为我强念句红叶上飞百里鸟。红叶上飞百里鸟。这什么？这是我一时心间岂能说明夫妻不和？你是不曾假事表心意，暴露出你们夫妻不和。三弟，你为何要颠倒是非，胡乱假设事宜？这就是恰好说明我们夫妻恩爱。这是一首上头诗，最后一句应该是还家欢乐在春晓，每句诗头一直加起来，真是夫妻不和。哼，谁算是我们夫妻不和？你能碰水塘头没杀一夫的财万吗？哼，水塘之上一向来的并非是继父。在村人要支撑好啊，就只是已在被中恶家夺手了。正道支撑要一就是赢公子道，正是一上来时间，大家一时太为而说。自称李英帝那不得去，也就被夫真兄赢下了。一话披上，他自己也正人在匆忙之中无拿了啊。我你哼，你是给那宝披上哦，已经找到了。夫人兄生子自称急忙回家，回人下去啊，像常年时你是人像是哑巴不懂事，为的是你自己亲自守望。自称果然中了你们的圈套，但你俩经过反复训，自知不悔，内心狡诈，怕露破绽，引出来都是两个字：为我出门，不自称从军，早见此恶。我家破子，你俩妹妹途中将他杀，没料到夺鸡毛得逞，反暴露了你们自己。哼，是我俩妹妹，你何时见得？自称想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世上说话之徒，只要在当天黑夜再分离，就是指定你迎上来。我明了，自内心的真正已经找到，你俩心里明白，自内心的必有真相，无人不出所料。你俩都要将真相知道，定要在未毕业年，当年结果弟弟家自首。你丁牛子一上来本官冤枉了你们吗？
在剧中下毒，每月清妇恐病误毒呀。就是此证。
李大爷，要侍奉就要好好侍奉。爹弟弟要尽心孝敬他。Yeah.
Thank you.